我要给一个小关非常可爱的节目，小关要做乐器表演，又要做音乐合奏，那是难度，难度加难度。但是这一群孩子用他自己的灵敏的听觉，他去找到了音乐哦，很厉害的一群小朋友，小班而已哦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要让借用你们可爱无敌的掌声，欢迎我们天使帮我们带来快乐小精灵。你的掌声是他的动力哦，还要摆动身体咯。还有哦，还有第二段。